一般人称的土地公庙，在客家人口中只是称为伯公庙，而吉安乡十八村都各有饶福地方特色的伯公庙，开启了仙界村长伯吉安伯公真奇庙特展，获得好评，展期延长到了二月底。而这一次呢，乡公所是携手吉安国小、国立东华大学幼儿教育学系举办吉安乡本土文化系列体验活动暨教案分享发表会，期盼能够连结在地以及人文特色，丰富多元学习。拥有珍贵富饶的乡土伯公文化的吉安乡，在乡公所走访乡内28间土地公庙，发掘伯公与在地居民共谱的神迹奇事。在去年9月开启仙界村长伯吉安伯公真奇庙特展，获得好评，特展延长至2月底。日前将特展内容延伸为乡土教案课程，携手吉安国小、国立东华大学幼儿教育学系举办吉安乡土文化系列体验活动暨教案分享发表会。130公分看我们的客家文化，学习可以很快乐，学习可以游戏化、多元化，而且呢是必须要被规划，所以我们安排了非常多的学习课程，来认识我们乡土，来认识我们的客家文化，来认识我们整个文化传承艺文的脉动。谢谢我们东华大学幼儿教育学系以及吉安国小带来我们编撰的整个乡土文化课程的这样一个教案来做延伸，也带来实物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参与的亲子可以一个一个的闯关，借由闯关活动来认识了我们所有今天铺陈的整个教育的内容跟方针。我们希望更多元的学习在吉安，把我们写入历史的整个文化变成教案，可以延伸到各个学校。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精彩跟刺激，欢迎大家跟着吉安乡公所一起来挑战。活动邀请吉安国小师生呈现太平洋杯全国中小学网络小论文成果分享，说明吉安乡伯公文化主题。东华大学幼教系则将乡土文化传承延伸整合成教学方案，规划伯公您好神主题绘本，以及当特教遇上客家文化11课桩相遇吉安闯关活动，期盼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在寓教于乐中加深认识客家信仰。记者蒋邦彦吉安乡报道。